该怎样描绘一个国家的深蓝梦想？是造船厂里下水的一艘货轮，是在极地垒起的一个小码头，是潜水器从深海带回的一些生物。直挂云帆济沧海，75年岁月镌刻下一个又一个中国深度。向阳而兴，向海图强。我们要建设海洋强国，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。